大家讲个是，咱拢知讲，咱食物件爱清淡啦，吼，唔好伤过重口味啦。不过啊，无味无素，要哪会好食咧？啊，咱要外口食，口味有影拢较重，咱无法度控制吼。今仔要甲大家来分享个是，什么款的料理，其实简单处理了后，恁拿这个 sauce， 这个酱料，那用料。OK 哈，哦，还可以贵也拢加分啦。那当然呢，应该怎么样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酱料，让我们这个美味，然后又不会负担很重。我们请到有两位特别来宾，那第一位呢，伊是出一支嘴，真够讲。啊，另外一位呢，吼，他付出行动，伊真正足够找物件，啊，足够介绍物件，而且他介绍的东西都是很不错，所以伊唔难讲他出嘴呢，他也是行动派。我们来欢迎头几位出嘴的马妞还有露西。我在美凤姐的心目中是那种只会讲得很头头是道，做就你不要自己弄。今天她说通通不要我们做，通通老回走。哦，你不要那样，丢，她自己弄不会走。你好大，我跟你讲，美凤姐借标姐，她不是不相信你，她是不相信。什么东西让他做？你讲哦，煎牛排哦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无敌手。看看你，一顿够搞够那煎牛排跟干杯，他可以同时做。我说哪有这么厉害？一个锅子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个锅就跟一般锅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今天你要做什么样料理啊？我要做这个煎牛排跟煎干贝。然后我今天做的是生菜沙拉啦，但是我调很好吃的酱给大家吃。香煎牛排干贝的食材有。牛排340克，干贝180克，五彩鲜沙拉的食材有：红椒一颗，青椒一颗，黄椒一颗，洋葱一颗，小番茄10颗，莴苣半颗，罗曼心半颗，蒜头3颗，辣椒1根，巴西里少许，香菜少许。那我们现在吃牛排其实很好，因为牛肉有蛋白质，然后海鲜类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、微量元素，所以我今天特别用这个牛排干贝来做个料理，然后搭配我们今天 Lucy 姐对我的信赖的万用酱。原来你有秘密武器呀！上重要物件是我会靠啦。一模万用酱，哇，牛排软厚，哇，干贝软厚加不好，因为我们以前吃牛排都会用所谓的什么黑胡椒酱啦、蘑菇酱，那卡路里很高，对，而且有吃下去会，哦，好，牛排我们就这样子摆上去，但是还是可以大一点的，不用放油，对不对哈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叫少油少盐哦，对不对？是，如果说你想放一点油也可以，没哇，它固的西呀啦，就是说油写在啊，之后啊，可是像这样我就不建议你动它。你放下去的时候不要移动它太多，我两个一起煎吧，因为两个一起煎了，因为第二道道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讲对起就好，伊安尼固定好，迄个搞开先缩起，缩起。嘿，啊你有距离，你这三地拢煎煎的，拢煎煎的啦。那工作人员当下流嘴沫啊，你啊。我就是爱让伊流嘴沫啊，我中道不煎呢。你有，我就有点留来。单机等来，单机等。那除了在煎牛肉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煎干贝。而且呢，跟各位朋友讲，是不是说本来热锅可是食物下去的时候，它的锅就冷了，温度就稍微，所以我们可以开火再开大一点。我现在刚开了哦，你又帮我开了，这样刚开了。我明凤姐真的很贴心，看来那个马姐如果要煮菜，我们两个要伺候在旁边，一个给她开火，开玩笑，调酱。对对对，我现在有调酱高手，我不怕。好不好？我把就把干贝摆下去。哎，我拄啊讲的，就是讲牛排，咱讲两款口味。嗯，头一款，咱就用这个好用盐，好海盐，海盐一点点，就是迄个原味，迄个香味嘛，袂歹。是。加挂料呢，咱就来用一下寿司的感觉。是。哎，一个肉两种口味。对对。而且这样吃起来比较觉得风味特别一点。他会干嘛讲？
哎，干嘛那加都没什么艺术，对，他单单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本来今天想要用奶油，但是我记得美凤姐好像不爱吃奶油，而且我会觉得有时候奶油多的话会把原食物的味道，对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今天都保留原味，待会就看万用酱的神奇效果。是，好，我们讲到万用酱最神奇是应该用在哪里？沙拉，沙拉的酱非常重要，对。我们知道吃沙拉要养生，但是露西今天很厉害，就我看这个沙拉颜色就很漂亮。对，而怎么说呢？好，其实这些颜色有黄有绿，有黄有绿嘛。啊，你这边一边煎呐，然后我一边切一下这个沙拉。好的，其实到夏天我们吃一点这个沙拉是很好的，像这个好，这叫什么名哈？这叫青甜椒啊，青椒甜椒，我叫名的，出去我讲啊，下面你唔知道。下面你唔知道你就问马尿就好，因为这个甜椒一出一出。啊，这甜椒哈，夏天哈，妈妈可以怎么样做？就切好之后放在那个保鲜盒里头，放到冰箱，一盒一盒放着，然后每天要吃的时候拿一点出来，拿一点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在一起，再加一个鸡肉，然后就蛋白质也有，沙拉也有，然后再放一点这个酱，万用酱，鸡皮万用酱哈，我胃里不抓上来。你看三个一，有不？这什么意思？三个一是什么意思？Excellent， 超优质的，就是哈他们的农林奖，就是特农林奖，对，给他一个大成奖。然后这个还是那个什么皇室御用，皇室御用哈，就现在出几批出，行都很低耶。就皇室哈真的颁一个诏书给他过，哎，这个皇帝真的颁过诏书哦，哎，定亲啊，这个是顶级的酱，而且是生，写个生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全部都是用生的蔬菜水果，啊，蔬菜水果是什么？芹菜、苹果、洋葱，对，还有熊天年呢，哎，番茄，对，这几个东西呢，他把它生的下去做，都没有煮过啊，也不是用粉做的，是用生的新鲜的水果蔬菜，每天早上哈一大早去洗完，然后做给它打成泥，然后再去腌，再去把它用酵素加酵素下去做成酵素的酱，我都在变脸，哇，你怎么这么？煎牛排不要煎太老，哦，你给我开大会哦。哎，都要冰冰，无小改迄落者。然后这个蔬菜哈，一定要冰镇过。你是差不多啦，你别吃那么熟的。哎，差不多的啦，可以了。差不多的啦，你都无，我还在那回锅呢，紧。哦，恁提，恁要提搁一个，啊，搁一边，搁一面面坑迄落。来，要切了，好，切了，要切哦，要切切，我要切一片让你看一下。熟了，是不是？你吃看麦，嘟嘟啊哦，我感觉伤老。哎呦，哎，看到你吃，我唔敢，你唔敢，你不敢吃油，我先把这酱哦，油也看到见哦，真的好，你们那这个再煎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再煎一下，我吃这个。OK， 干贝是差不多了，干贝差不多，嗯，干贝差不多，没关系，就放余温放在锅子上，它慢慢。你现在做什么东西？万用酱，我的沙拉。哦，沙拉好了，来，万用酱你调出来。我调一个万用酱。哦，这个酱很特别，它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下去做的，没有煮过，所以它的酵素其实是非常高的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你闻看，有没有很新鲜的味道？还有一个新鲜的味道，哦，哇！因为一般的酱呢，就是第一个卡路里很高。第二个呢，其实是用很多粉下去做的，还有放防腐剂，还有放那个什么保存剂，还有放什么色素，嗯，有很多这个万用酱哈，你去看它有放色素哦，特别放红一点，那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，食用色素，一般他们是放食用色素。现在这瓶是完全不用放防腐剂，所以你看一开封之后马上要放在冰箱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哈把这个酱倒到这里哈，倒一些，我先等一下我们要吃三种口味，一种是原味的，一种哈放一点香菜。香菜，好，这是要放海鲜的，好，放海鲜的我就放一点香菜，然后一点点辣椒，嗯，好，一点点辣椒。然后一点点巴西里，一点点哈。那我们就调这三种东西呢，调在一起。没问题，这样熟可以吧？这个熟度可以吧？你们 OK 就 OK。我的在这边，他的自己。你别讲八卦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就这个是要给沙拉还是给牛肉的？都可以耶。这个是你如果想要吃海鲜的，这可以给海鲜的。好，我等一下去。这个是加的刚三种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吃牛肉的，你可以加洋葱，哎，味道很棒。然后我再调一个洋葱的哦，先用这个万用酱，嗯，
做基底，做基底，但是它不加任何东西也很好吃。是，那有时候你每天这样吃就觉得腻了。我待会帮你切。好，洋葱，我们放一点洋葱下去，口味完全是自己喜欢怎么吃就怎么吃。这个最好的就是可以每天发挥你的创意。哎呦，现在妈妈都喜欢做创意料理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酱呢，一个是原味的，挖豆啊豆姐原味的，好，我们这样原味的一个。好，再挖到 Lucy。然后是洋葱的。梅凤姐，你要怎么切？我都 OK。真的吗？你看洋葱的。哦，你喜欢吃这样的。第三个是有香菜，香菜和巴西里的。哇，你那好香哦，那万用酱。对啊，那个是要放在。要不要放在另外一盘？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一起这样。好，先放一起。啊，那个酱是用什么？是牛肉要沾的？有牛肉。还有，等一下我们拿去那边，我们再把它分一下，我们就摆盘，把它摆一摆。Okay, 我们有特别这个法国的菜的汤匙哈。虽然哈我们做菜快来就给喽，但是我们道具都没有，我没有给喽。你这给喽是不好吧？你先夸起来，根本不是就给喽。哎，你用没切灯啊？没切灯，没切灯哦。你讲你这牛排我切灯没那姐啊？不要叫美凤姐牙齿好啊，她又不是马。这个没切断是给马吃的。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就是马姐。OK， 来，反正 OK 啦，一家就好啊。哎呦，要马上了啦，马进，没关系，不要浪费了。丢了，牛肉很贵，卖怕是丢。哦，这牛肉好吃哎，好吃哈。嗯，哦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太干了，没关系，还有外用酱。对对对。什么都可以起死回生。小朋友在发育过程当中多吃牛肉，对，除了他有特别信仰之外，那例外，那不然我们建议他多吃牛肉。好，嗯，那这样我们差不多沙拉再弄，我们露西我们就可以准备上菜，然后坐在那边享用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的，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上菜啦。有车差吧？来公摊杯，颜色看起来很缤纷，对。但摆盘的内容物就有一点，这牛排酱像烤肉，还是说像中式炒牛肉啊？可是牛排我就喜欢吃厚切的啊。厚切，你这个小切而已。不管马姐今天做的怎么样，我们都有万用酱来为她点缀。这就是原味的，我刚才直接倒出来。哦，原味酱。然后呢，原味酱我们平常就是沙拉。哎呦，哎，我们就直接淋上去这沙拉的原味酱。好哎。然后呢？另外一个呢，这是放了香菜跟巴西里的，还有一点辣椒，我们就可以放在海鲜、干贝类哈，鱼啊，或者你煎鱼，哦，煎鱼也可以哦，对，或者是拌面，然后像这个我放了洋葱，洋葱特别和牛肉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哎，来，我们先吃一下牛肉，吃牛排，来，牛肉怎么拿呢？拿起来一小块，然后这个哈一定要这样子哦，放在上面，有没有像吃法国菜这样放在上面？好，这样子放着呢，等一下一口把它吃下去，然后就有洋葱还有这个酱的味道。来，美凤姐，请。好，来，肉肉。哎呀，我切不好，拍谁？这个就啊，刚说没切断就给马吃的，给马吃。来，要这样子。哎，对，我沾一下这个。哦，你沾一下。对，我要学，我要学。因为洋葱或大蒜肯定是加分的，会更好吃。哦，你先沾原味。但我先沾一点点就好。好，你吃看。嗯，牛肉煎的真好吃。我好像牛肉买的还不错了。嗯，就已经煎的很干，但是还是很香。又加上这个酱，哎，加这个酱好特别，而且感觉肉特别的香甜。嗯，我都没有加东西哎。你刚吃这边口水都有点出来，它有淡淡的，说不上来那个。它放了那个濑户内海的海盐，最好的海盐，然后又放蔗糖。哎呦，放蔗糖，然后它这个所有的新鲜蔬菜水果，我们去看过哈。他现场早上就用人工洗耶，不是用机器洗，人工搓搓搓搓，那个红萝卜、蔬菜、水果什么都这样洗洗，然后就现场打打打，然后就是放在那发酵桶里头，放酵素下去发酵，三个礼拜之后酱出来了，嗯，都没有放一点什么蔬菜粉，有的人做酱哈会用粉下去调味，他没有，还有加防腐剂延长它的使用期限，因为它一开封哈一定要放冰箱哦，那于是就同样一瓶，嗯，我可以把它做成不同的，嗯。对呀，味道可以原味的，原味的沙拉尝尝。
沙拉，你这边可以加鸡丝，这边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妈妈有时候在家哈，就可以这个叶子哈，然后哈，那个酱哈，比如说你就用个那个鸡丝啊，或者放一些这些做一些生菜，然后就这样放进去。哦，鸡丝哈，这叫什么？鸡丝。这是什么？黄椒，甜椒，啊，甜椒，黄甜椒，甜椒。然后比如说鸡丝，我们假设装这是鸡丝的哈，那我们就把它。这胸大对呗。不会，就是给也 OK 的。等给马吃的，所以大块也 OK 的，也 OK 的。你吃，就是那个韩国烤肉片的话也可以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哦，哦哟，了解了解。你就把肉吃掉了。对，其实味道不一样。如果切那个丁的话，丁也是 OK， 就像虾松用力，对，还有鸡肉都可以。丝，好，原味的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。还不错，我觉得万用酱很特别。你刚刚这个也加洋葱，有洋葱原味，有原味的香。对，可是我现在要吃干贝，因为我个人对海鲜特别的爱。你加了一个是这个，对，就是香菜，你可以多弄一点，哦，再多弄一点，对嘛？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用那么少？OK， 好，来我们吃一下。这个法国的不用再拿这个筷子，要这样，这个法国的是这样，这样。哦，美凤姐，我觉得我干贝煎得非常好，软硬适中，没修捞，不会熟了一点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你加了酱之后，我觉得很多东西当然吃原味有原味的，可以弥补，对，因为是靠山嘛，也在爆鬼，但这个加这酱什么盐巴什么都不用放，所以你说好好吃吗？你说原味有原味的那个，我吃原味，我先吃原味，熟一点或什么都可以，你看。沾酱又不同的风味，而且原味当然它都没甘酱嘛，没甘酱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就加一点点，对，好吧，我直接这样加沾，好，就沾原味的感觉。加这个也好吃哎，当然好吃啊，我就是你的靠山，你煮那么多东西没有我靠，你怎么好吃？也是，靠山我可以继续吃吗？可以啊，继续吃，赶快，中午没吃，赶快吃。所以啊，每次都讲说我要吃的健康，我要吃的健康，我要吃生菜沙拉。可是你加了很多千岛酱，对对哦，热量很高。因为有时候那个酱哈，它的做法哈，我觉得做法是最重要，因为你做法来源不知道，搞不好给你拿一些什么化学的，又等下又有什么食安风暴，又放了什么塑化剂进去。它日本哈，因为天皇御用的，它的天皇还颁给他一个诏书，所以哈，他得到天皇奖的。那这个有得到诏书的，不是乱做的。我想起一看讲，高扎起子来吼，他这90年了。哎呦，这个厂吼已经做这个生酱，唯一一家做生酱，然后已经高展你啊。我去那店，那工厂吼，就跟高扎差不多。传统的，传统的，然后那所有人在那洗这菜，我想4点钟啊，这用手洗，洗在当洗，洗到6点多才洗好。就是用一页一页，像那个叶子这样一页一页洗，而且日本的水质也不错，对哦，对，那就把它洗得很干净，干净，让它干了之后呢，然后再下去处理吗？还是不用干就直接处理？它在那边稍微沥干，它有个篓子去把它通沥干之后呢，它把它通通丢到那个打碎的机器，打完之后呢，把这些和在一起。和在一起呢，然后再放到桶子以后去发酵。哦，他放了那个酵素下去发酵。发酵多久时间？3个礼拜，21天，21天。对，然后他发酵完呢，那个生酱就完成。那他这中间呢，3个礼拜之后，他会调一些醋啊，一些海盐呐。哦，提那个味，提那个味。他调完这个味道之后呢，他就准备等过又过了一个礼拜。然后才准备卖出来。那我请问一下，如果啊，想吃个饭呐，然后下去炒一炒，哎，你就可以加一拌面吗？拌饭的拌面都很好吃，因为它吃起来就是很新鲜、很开胃嘛。因为小孩子不太吃这种冷的东西，冷的东西。可是你一旦有这个酱哈，保证吃光光。尤其这个肉哈，什么海鲜啊，全部都可以。所以那，对不起，那酱好了。很多的小朋友，包括这个大朋友，他也不吃那个青甜椒，所以呢，因此他就吃了。就是说，因为青椒或是甜椒，反正这有一股味道，你因为有味道，但是它有它的营养。我们把它切丁好了，然后饭啊炒一炒，拌一拌，炒炒，炒好之后
那个再下去，这样再下去哦。它这个最好是哈炒好的时候我们再拌下去就好，因为它是不要下去炒，因为它的重点就是说它是生的，它有很多很高的酵素哦，所以去给它炒过，拌的就好，就拌的就好。所以面煮好捞起来，对，再去拌，所以放一点香菜，这个就是要讲清楚，嗯，你要去问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了，买的浪费掉。也就是面起来之后，拉拉就拉姐。让它稍微冷一下，冷一下，下下哈，那个啊，那无烧烫烫哈，啊，佮有啊，你有烧，安尼拉热了，然后买啊，诶，比如讲你有爱黑物件，你佮黑落去吼，啊，你白诶，甚物迄落，为然后鸡肉丝啦，对呀，你再放啊，啊，你就这样子啊，酱再上，就这样子摇摇，因为它的酱会沉淀在底下，它是摇摇，然后大气的给它淋两下。我跟你讲，这比我们在外面吃凉面卫生安全，对，卫生的。好，所以我就是说。酱料可以点缀，让我们的食物更美食，对，变成一个美食，然后让我们等点起甜点的个不孤单，健康。最重要的是哈，因机关虾子的身，你以后在国外看到身，就是说它全部的食材都是新鲜的，新鲜的，新鲜去做的哦。所以呢，还真的只要这一瓶，我们就百搭。对啊，加什么都可以啊。干贝全部吃光了，马姐，我这块不能给我吃掉哈。那我们吃牛肉，你的牛肉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让大家可以在本来就是说料理一直不知道怎么变化的时候，我们来一个这样百搭又万用的，非常好。我认为哈，除了说哈在家里这样子变换不同的菜式，让家里人感觉很舒服、好吃之外呢，我觉得卫生。啊对啦，迄食个物件我唔好讲过，好咱那天然阁无负担。不过爱记哩，如果你若哩滚汤，也是物件你炒时卖下落去，咱摕起来帮炒，炒好了起来烧安尼用。不要那么烫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再拌淡一寡，哦，阿婆你安尼饭炒好了，你甲酱放在边啊，你先食一寡饭，原味的，你再过甲拌，嘛 OK， 对对对，好，大家做些参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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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